好喂，你们才找来？老对呀，又喊你帮忙了。啊，你倒好呀，老二光有你的时间长。哦，有你的时间长。早上还没有起床，就听到下面是闹哄哄的啊。啊，起来一看，都是一些邻居来帮我们忙来了。车上就是我们昨天买的猪，四个，啊，有三个白猪，还有一个黑猪。你看那猪咋在？不要说，姑娘，你看看有好重啊。只能把三百头猪啊。啊？几个？要三百头，三百斤吃不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哦？你莫看走到眼喽。对啊。差不多。讲三百斤撑不完。我看你们演的鼓的对不？这个就太小。哪个得要大些啊？大些。这个？几个？八千个猪。哦。几个？好多少哦？那是个细棍子猪。细棒棒，那个细棒棒。哪根？哪根烤？哪个买出来？可以四百斤。先吃个早饭，早饭吃了我们就开干。今天那个人有点多哟。早上简简单单的吃个便饭，饭吃了我们才开始开干。这个猪咋在二姨夫？可以。第一根猪啊已经整出来了，这个就休息一下，这边水还没有烧出来。这油还是多好嘎，不咋的，可以。这肉的颜色，朋友们，就这个样子的，看没有？漂亮的很。在后面啊，在后面啊，等等等，等杆猪大哦。
手啊，你也装，是啊，小火锅。